之间。是为了什么？没有人生来就想做一个刺客。可命运如此安排，让世人沐浴阳光，而我们三家族人却只能成为黑暗中的那柄剑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。暗河的天要变了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可是彼岸真的存在吗？无论过程有多艰难，跨过暗河，彼岸终会到达。而且眼神状态特别好，好看。听你的笑，真的没表情。二一，开始。终于打开，对。先不要说形式，我们先谈内容。这场戏看上，硬是看戏，这是个层次。